你赶紧喊吧！趁你还明白，告诉我你老公还有你家属的电话。你干嘛问这个？我会死吗？我就是为了告诉你，生孩子不是闹着玩，更不是赌气的事情。你留下来帮我。啊，生过孩子吗？我还没结婚呢。之前接生过吗？ 就我学过基本的分娩常识了，现在还没有实践过，按住他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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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的啊，问个医生啊，你给点安慰的，加油，看莫嫂后，再加上飞机高空飞行。 气压的变化和飞机的电波汇率突然产生不好的影响，胎儿很容易缺氧。孩子不会有事吧？三十几周新生儿，对功能发育还不成熟，孩子会有生命危险。好好开车啊！刀刀刀刀！左拐，左拐，你为什么不拐？ 下个路口转一样的。啊！快，看着点儿，干嘛呢？你这是？大哥，我身上没带钱，如果你要我给你卡，行吗？你的刀这样真的很危险，如果我在一个紧急刹车，我这里是大动脉啊，血喷出来跟水龙头一样，喷你一脸啊！跟我闹呢是吧？你个小白脸吧？啊，哥跟这儿绑架呢，好吗？ 好好开，快点儿，按照导航走，听见没有？顶住，顶住，顶住，放松。怎么样了？怎么又有人？什么？很可能是胎儿横位，我之前遇到过一例，是在车上。哎，医生，好痛！很可能是胎儿横位，胎儿横位必须马上做内倒转手术。不行。 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，这样孕妇太残忍了，会疼死的。不马上实施，胎儿和孕妇都会死。胎儿横位是没有办法自然分娩的，甚至有可能会胎死宫内、非造成子宫破裂。孩子，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实施剖宫产，跟飞机上的设备太简陋了。现在只能靠人工来纠正她的胎位，来帮助她分娩了。需要我们做什么？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难，需要孕妇很大的忍耐力。你们帮我把她摁住，你去这边。 王晶，加油，不要动，快点儿，停，下车。 大哥，咱们以后好好说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拿着，我就这么多钱了。大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生孩子？我没办法生孩子啊！我跟你说啊，钱我都给你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。大哥，明显我是个男的啊。我查过了，你蜜月只有你行。大哥，我真的不行，我把钱还给你啊。我告诉你。 钱你都拿了，你要给我生就生，不生也得生。大哥，我真的没这个经验，我没这嗜好。今天必须得给我生。老婆，人在哪儿？走吧，人在哪儿啊？前面，忍着点儿，忍着点儿，忍着点儿。不生了，不生了。 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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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婆
在我刚怀孕的时候，就被查出是宫颈癌。只要我要留这个孩子，我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劝我把它拿掉，但是不行，因为它是我的孩子，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。我是这样，你也一定可以。为了宝宝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。你一定行的，你去加油，坚持住，你一定可以的。 爸爸，别管我，你怎么懂？这我怎么？孩子，这孩子，中毒之前前妻，什么？得马上去医院，去医院。不去医院，不去医院。厅长，我们现在就马上去医院。你少废话。 我去医院，我还教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去医院生孩子是没钱的，现在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你老婆的命的问题。你不是最好的医生吗？你在这儿怎么会没命啊？你这没有手术室，没有设备，没有无菌条件，你什么都没有。我给你准备好了啊，床单、被子都是我新买的。啊，枕头、纱布我是严凯水煮过的。你就别胡闹了啊！那怎么是胡闹了？ 我怎么胡闹了？医院条件也就这样吗？我妈生我那会儿还没这条件呢。我告诉你，你老婆现在状况非常的不好，时间拖得越长，她就越危险。再拖下去，一秒钟你老婆就没命了。所以把你请过来啊！对，一定要帮我保住孩子，老婆，老婆。 得马上去医院！喂，你告别了我们，老婆，老婆，你把门停住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必须把我老婆送医院才能救活他吗？他如果不去医院，就会死的。等等，你得跟我保证，万一我老婆跟孩子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行行，我跟你保证。啊，我们现在去医院。 江俊波，赶紧帮我联系手术室。你一定能行的，因为只有我们才懂，他就在这儿。他陪我们走过荆棘，他在这里一点点长大，他的心跳和我们连在一起。他为我们打开一扇崭新的门，知道他来了，再也不觉得孤单。他是新的生命。 他是希望，没人比我们更明白。他是希望。啊！我不生了，不生了！再坚持一下，相信我，你可以的。啊！救命！叶子，你可以的，按照我说的步骤，跟着我做，我相信你。欧阳，示范一下。 宫缩间歇时，深入宫腔内部，从胎儿的背部慢慢往下摸，摸到胎儿的臀部，摸到了，摸到了。再从臀部往下，摸到大腿，然后从大腿慢慢的再往下，摸到胎儿的脚，用你的食指和中指夹住脚踝，慢慢的向外牵移。现在。 让孕妇跟着你的节奏做呼吸，深呼吸，上推胎儿，经腹部，慢慢拉出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时间，时间，加油，加油，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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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别急的，不对，没有呼吸，什么意思？孩子在肚子里面憋得太久了，他不能呼吸。不行，纱布，救命！
纱布。 杨俊波，我可是按照你说的把我老婆送医院的。早点听我的，他现在就不会这么危险了。你得跟我保证啊！你再多说一句，我让保安请你出去。你们这些轮换人可是不能不讲信誉啊！那神经内科、神经外科 ICU 主任，你们先下班了吗？杨俊波，你先手术，那是我老婆。杨俊波，你怎么还有病人啊？杨俊波，你得跟我保证啊！救他！救他！ 谢谢慧贤吧，他的手都快被你掐紫了。谢谢。还有，你要谢谢那么多乘客，他们一直在给你加油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 知道。